优婆提舍是舍利佛的名字，就父母亲为他取的名字。那么因为众人觉得舍利就他母亲因为母亲大概也蛮聪明的，就随着这个母亲所生，所以就称他为舍利的儿子，叫舍利佛。那另外有本愿因缘，舍利佛世世本愿，那希望在释迦牟尼底下做智慧第一的弟子，名字就叫舍利佛，这是本愿因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大家不叫他优婆提舍而叫他舍利佛呢？当时的母亲当时的人比较尊重他母亲那舍利在众女人当中聪明第一，所以因为这个因缘，大家称为舍利佛，就是舍利的儿子。好，经菩萨摩萨欲一切种知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那这个经里面有提到菩萨摩萨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菩萨就菩提萨埵，就发大心想要上求佛道，教化众生。摩萨就是大士。好，那接着来解释一切种之一切法。那么什么是一切种？什么是一切法呢？智慧门名为种，所以一切种代表说有一切的智慧门。那智慧门有很多，有的人以一个智慧门来观，有的以两个、三个，乃至恒河沙等阿僧祇的智慧门来观诸法。那么现在用一切的智慧门入一切种来观一切法，所以名为一切种。那智慧门有很多，像凡夫有三种观，也是想要求离欲、离色，我们欲界众生，那离欲界到色界，那进一步呢，离开色界的执着，到无色。那即使到无色，这个都还是凡夫了，都还在三界里面。所以他们观下地的初恶啊、狂惑啦、着重，来心上帝的净妙离。好，那这个都还是世俗凡夫的观法。有这种六行观啊，厌下地的出苦障啊，心上帝的净妙离。那佛弟子呢，就有八种观，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非常重要。我们在观诸法共相的时候这四个非常重要。另外呢，如病、如痈，痈就是痈疮，或者是肿瘤等等，或者说如见入体这观到非常苦还有恼患观世间法都是这样。所以不要贪着世间。那么另外这个八种观入四圣地中，它就十六行的四个，十六行的四个里面，就首先的无常、苦、空、无我这是苦地的四个形象，无常、苦、空、无我。另外极地，极就是苦因，我们苦集灭道的极，苦的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惑，一个是业。那它有四个形象，极因缘生，这都是苦的因。再来呢，灭地，灭地就是苦灭尽的，就叫苦尽，有四种，尽、灭、妙、出，出就是出离。那道地，道就道正行基这个都是在四地十六形象很重要的共相那另外出入席有十六行，这个十六行又叫十六圣行，或者叫十六特圣。那下面所引的这十六个各个经论之间的开合不同详细的各位再去比对。我脚注五十六这边
有引了慧明法师的博士论文哈，《声闻地中所言的研究》啊，在他的著作里面对属习观十六特胜有非常详细的解说啊，不过是日本的了啊。好，这十六形象哦，观入习，观出习，哦，在观这个习长或者习短，还有观这个习呢遍满全身。啊，第五，除诸身形。啊，这身形有的解释就是呼吸啊，呼吸的身形，也就是说在观呼吸啊，能够达到种种轻安柔软的状态。嗯，那也就是对治身的出众，啊，达到身的轻安，啊，知道这呼吸非常调柔。受喜，这个受是觉了的意思啊。感知，哦，感知到觉了，欸，有喜，那感知到有乐，哦，感知到心行。那第九，无作喜，这个在，欸，原本明本公本都是作喜，哦，如果说对照其他的十六特胜呢，它其实是喜悦的喜。嗯，啊，第十，心作摄，摄就是能够收摄，收摄心哈，哦。那心作解脱哦，令心得解脱。好，再来，后面几个都是观哦，哦，观无常，哦，观善坏，观离欲，观灭，观弃舍。那十六特胜有的配合四念处，哦，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等等。但是这里也开合不同，所以有的不一定四个配四个啊，哦，这个比较复杂，有兴趣的再请大家自行研究。好，另外有六种念啊，哦，六种念就念佛哦，后面多陀、阿杰陀、阿罗诃、三藐三菩提啊，哦，这个都是佛的别名啊，哦，佛有十号，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那除了念佛以外，哦，还有念法、念僧、念戒，哦，念布施、念天，哦，这个名为六念，那这个后面 会提到。另外有世智、出世智，哦，就是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还有三圣的智慧，哦，阿罗汉、弟子、佛是二圣，那菩萨跟佛这是大圣，像这样种种的智慧来知道诸法，啊，则名为一切种，就一切智慧门。好，那我们用一切智慧门来知一切法，那什么是一切法呢？啊，底下有法，所有的法我们也可以说是叫一法、二法、三法乃至无量的法。啊，一法是又分成事所缘的法还有智所缘的法。事所缘的法啊，比如说我们眼识啊，缘色，这个缘就是心识的对象啊，这个叫缘。那耳相对就声嘛，鼻啊对应是香，舌对应是味，身对应是触，意对应是法。眼眼颜色，眼眼识啊，那耳就声、鼻、香、舌、味、身、触也是如此。那意的话就缘法。缘意识啊，这个名为一切法。所以在一切法，在阿含经里面讲的一切法，它是说，六根跟六尘，啊，我们六根所对应的六尘就名为一切法，也就是十二处。好，另外有智所缘的法啊，视为一切法。有苦智，知道苦啊，底下苦集灭道，分别知道苦。即灭道。另外呢，还有世间的智，啊，能够知道苦即灭道，还有虚空跟非数缘灭。虚空这是虚空无为，啊，非数缘灭这个是非则灭无为，啊，比如角柱六十三，啊，我们看角柱六十三的第四行，非数缘灭。在
其他部派论书的翻译，我们比较常见的，它是翻成非则灭无为。那么如果是无为法，其中还有一个是涅槃，啊，涅槃它就是则灭无为。什么叫则灭无为呢？它就是用智慧来减则，啊，断尽烦恼，啊，这个叫做则灭无为。那则灭无为其实也就是涅槃。所以说一切不立三种无为，啊，一个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那涅槃这个则灭无为，哦，它是出世间的嘛，嗯，那非则灭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依着正智减则力而得到灭，哦，它只是圆缺不生，哦，因为圆缺而不生，这个因缘永远缺了，哦，虽然它以前可能有种一些因，但是因为缘缺了，它灭而不生，哦，这叫非数缘灭。那么这些呢是智所缘的法，哦，好，那另外有二法来收摄一切法，比如说这个是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哦，比如说摄法无摄法来统摄一切法，另外呢可见法不可见法，哦，再来有对法无对法，这个对呢就是一种对爱障碍，有隔碍的意思，哦，再来是有漏无漏，漏是烦恼，嗯，有为无为，哦，有为就是生住灭，嗯，无为就不生不住不灭，哦，另外呢有心相应，哦，比如说心法心说法这个都是心相应的，另外有的心不相应，嗯，有，心不相应刑法了，啊，还有业相应业不相应，啊，后面的单注呢说心法中除了思，啊，思是一种心所，思心所，那么其他的呢通通是业相应。那这个业是什么呢？业就是主要由思心所发动的，啊，那它就是业，嗯，所以业主要是思心所。那么除了思心所以外的其他一些心所都会跟这个业啊思心所相应。那这个思本身啊，因为它就是本身嘛，啊，本身跟自己那不能叫相应，嗯。另外有尽法缘法啊，尽法如角注说到的。尽法呢是现在法跟无为法啦，缘法啊，比如说过去法、未来法啊，这是缘法。好像这样的种种二法来收摄一切法，还有从三法来收摄一切法，比如说善、不善、无忌，无忌就是非善非恶啊。另外有学、无学，有学。比如说出国、二国、三国啊，这是有学的圣者。那无学呢，就是阿罗汉啊。另外非学、非无学啊，这是凡夫，凡夫。嗯，这些是比阿毗达摩常见的术语啊，可能阿毗达摩大家比较少接触了。不过我们在这个课堂上，阿毗达摩的方面，我也多多少少，哦，用比较浅显的话。来多少说一些啊，如果阿毗达摩全部都不懂的话，大正只能看一半，顶多看一半了啊，那非常可惜，因为有时候真的知己知彼比较能够知道大圣的殊胜的地方，也比较能够深入。好，另外还有见地断、思维断、不断。见地断着重在智慧，我们有见道了来断这个见惑，啊，见惑。另外呢，有修道来断修惑，啊，这个就叫思维断。另外不断，啊，比如像无学的圣者，他见惑修惑都断了，他不需要再断，啊，就称为不断。
另外有三种法来净摄一切法，就蕴处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还有四种法，过去、未来、现在。另外非过去、未来、现在，比如说过去、未来、现在，这个都是有为法嘛，对不对？那无为的，这个不是过去、未来、现在的。另外呢，有欲界系法，就是他修行的境界还在欲界的系缚当中，他还有欲界系的。那有的提升到色界，有的提升到无色界。那有的圣者他超三界的，所以他不为三界所系缚，就称为不系法。好，另外有善法、不善法、无记法，还有这三个都不是的。还有缘不缘、一缘亦不缘、非缘非不缘，像这样种种四种法来受摄一切法。另外还有五种法来摄一切法，这五种法，这如俱舍论所以就不所说的五位七十五法的五位，这五位非常重要，有色法，有心法，心法就是心王，心王，心相应，心相应就是心所法，另外还有心不相应行法，比如说生住灭啊等等，这些跟心不相应的，另外还有无为法，这就是五位，这五类的法来收摄一切法。另外还有六法，六法见苦断，见习，这个习就是集，尽就是灭，道断法，其实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都是见到的苦集灭道。另外有思维断，还有不断，所以这六种法其实就是我们三法摄的地方。最三法摄不是有见地断吗？有思维断，有不断嘛，对不对？那么见地呢？见我们见四地得到嘛，见苦集灭道，所以见地道又分成四个，开为四个，苦集灭道，所以见苦、见集、见灭、见道，有四个，再加上修道，加上不断，一共有六个，乃至无量法摄一切法，那无量法这个再说下去，我们大致就讲不完了，好，接着，有人问，诸法，像这些法呢，都是非常深呐、微妙无量。我们不能够完全了知。那为什么这里般若经要说以一切种来知一切法？一切法那么深啊，那么微妙，你能够全部了知吗？如果一切众生，那大家合起来都不能够了知一切法，何况一个人你想要了知一切法，这可能吗？这是外人的提问。譬如有人想要量大地，或者是你算一下大海水到底有几滴，或者是要称这个须弥山有多重，或者说要知道虚空到底有没有边际，到底到远到哪一边，像这些事情呢都不容易知道，都不可知。那你怎么想要用一切的智慧门来知道一切法呢？好，论主回答，菩萨发大心，他也不是说闲着没事干啊，没法都要知道一下，他其实是为了一切众生，求大智慧故。愚痴暗蔽，这愚痴啊，他就容易感到苦果啊、那如果有智慧光明，那就是最安乐，一切众生大家都不想要受苦嘛，大家都想要求乐。那菩萨他不是为了自己求安乐，但是求一切第一大智慧，
一切总观，一切智慧们来观，想要知道一切法。那么菩萨这样的发大心呢，他是为了一切众生求大智慧，要给一切众生安乐，所以想要以一切种来治一切法。比如说医生为了一个人两个人用一两种药了就够了，可是呢想要治一切众生的病，那需要一切种的药。菩萨也是如此，想要度一切众生，所以他要知道一切的智慧门来了知一切法。如诸法甚深，微妙无量，法虽然是很甚深啊，微妙啊，无量无边，菩萨的智慧一样也是甚深微妙无量啊。如之前答破一切智人，有人怀疑说根本没有一切智人啊，之前已经回答了，如含盖含大，那么盖也大啊。如果以理求知，合乎缘起法的道理，那你就能够知道一切法。合乎有为法无为法啦，有漏无漏啦，这些。那如果不以理来求一切法，那就不可得。如果以理求知，都可以得到。譬如钻木取火，那火，你只要这用功不懈啊，这个木也是干的，合乎它的道理啊，用功不懈啊，不懈怠，这个火可以得到。可是呢，你如果说只是去砍柴啊，只是砍了，那只是这个木材被你砍小片而已啊，但是不能够那个出火啊，那就不合道理，火不可得。如大地有边界，自非一切智人，这自非就是倘若不是一切智人的话，这大地啊，很大，如果不是一切智人，又没有大神力，那就不能够了知。那如果是一切智人有大神力，那就能够知道三千大千世界地的边际。那么现在大地在金刚之上，三千大千世界四边是虚空，要知道这是地的边界。那我们要称须弥山多众也是如此，如果一切智人大神力的话，那就可以知道。那如果说想要量这个虚空，不是不能量，而是虚空无法，这在外人认为这个虚空有一个实在的虚空，不过在中观来看，虚空那只是一个假名，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无法，所以不可量。好，舍利佛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为什么想要用一切种来知道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那这个话其实刚刚世尊已经说了嘛，欲以一切种知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舍利佛呢，这边再问了一下，菩萨怎么样以一切种知一切法，怎么样修般若波罗蜜。好，外就说佛之前现种种神变啊，那大众来集，佛就应该赶快说般若波罗蜜了嘛，那为什么现在又等待舍利佛问了以后才说呢？好，论主回答：问而后说，这是佛教常法。再来，般若甚深微妙，舍利佛即使是智慧第一，但是这个般若非常微妙甚深，而且般若是无相，般若是无相之法，难解难知。你如果说这个般若有什么样的相貌啊，这个就是有所取着，这个不是真正的般若了。真正般若实相是无相啊。那像这样的甚深微妙无相的般若波罗蜜啊，自己以智力种种思维若观诸法无常，
是不是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或者不是？嗯，啊，像舍利佛这样的智慧虽然很高，但是对这个甚深的般若，如果没有佛的解说，也不能够彻底明了啊。所以请问佛。好，再来，舍利佛非一切智，啊，一切智者，那是佛才是一切智者。那舍利佛于诸法不能了知，所以请问佛啊。舍利佛他没有像佛这样的一切智，所以舍利佛的智慧比起佛来说，那只不过是小儿科啊，譬如小儿。底下就举这个阿波檀那经，阿波檀那，或者是有的翻成那个阿波陀那啊，它就是譬喻。譬喻的意思，譬喻不是比喻哦，啊，它是一种光辉的事迹，有譬喻因缘本生啊，这类似的，就是讲有一些本生啊，或者因缘。有舍利佛有一次跟着佛在那经行啊，这时候有老鹰啊追逐鸽子啊，鸽子飞在佛的身边住的时候。佛经过，啊，这个影子呢覆盖在这个鸽的上面，鸽啊觉得非常安稳，啊，不会感到怖畏。那么之后舍利佛的影子到了，哎，鸽子又开始，哦，这开始颤抖了，发出凄惨的声音，哦，啊，舍利佛就觉得很奇怪啊，哎，我已经是阿罗汉啦，哦。我总不会去巴加巴来讲嘛，对不对？我不会去想要再去杀生啊，哦，去烤鸽子啊，对不对？那佛跟我，哦，都没有三毒啦，都没有贪嗔痴三毒。那为什么那么奇怪？这佛的影子，哦，覆盖在鸽上，哎，鸽就很安稳，不会恐惧。那好歹我也是阿罗汉啊，哦，那为什么鸽子它还会发出凄惨的声音，还有这个继续颤抖呢？嗯，佛就说：“你三毒，啊，三毒这是烦恼，三毒的烦恼虽然是断了，成就阿罗汉，可是三毒的习气还没有断尽。啊，这个习气就像说一个酱油的瓶子啊，酱油倒掉以后。”冲一冲，还有一些酱油的味道，哦，那个就是习气。那这个习气要到佛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去除干净，哦，所以因为你的习气还在，所以你的影子，哦，在覆盖鸽子的时候它的恐怖不除。他说 那你借这个机会你看看这个鸽子哦，过去式的因缘，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鸽子？舍利佛就入宿命智三昧，啊，啊，看这个鸽子呢，从什么地方来？结果一看，哎，他之前也是鸽子，哦，像这样一世、二世，哎，这八万大劫，哦，都是当鸽子，哦，超过八万大劫之前，他就没有办法看到了。舍利佛从三昧起告诉佛，哦，说这个鸽子呢八万大劫经常做鸽身，哦，超过这个那就不是我所能了知的。佛说好，那你不能够完全了知过去世，那你试着观未来世，哦，这鸽子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解脱？舍利佛就入愿智三昧，哦，刚刚是宿命知道过去，哦，现在愿智，愿智如脚注大正三十一啊，他是说知道三世啊，随他的愿就能够知啊。这里主要是强调未来啊，能够知道未来。这里我一样观了八万大劫之后，哎，都还是鸽子啊，啊，就从三昧起以后就告诉佛哦，他顶多能够观了八万大劫，他都还是鸽身。超过了，那就不能够了知啊！我不知过去、未来、期限，
不知道这个歌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解脱。佛就告诉舍利弗啊，说这个鸽子它不是二圣你们所能够了解的了，就超过这个限度。鱼恒河沙等大劫中经常做歌声，那罪灭了以后才能够得到出离，好，就解脱这个畜生道。那之后得到人啊，还要再经五百世哦，并不是说当人就马上得到啊。那经五百世乃得立根，所以可能开始都还是顿根顿根啊，之后一年慢慢转好得立根。那遇到佛，那佛也不是亲自遇到佛，这个佛度无量众生，佛入无以涅槃之后，他用那个化佛或者是依旧的这个法在世。那这鸽子转世成人之后才当作五戒的优婆塞。那么听到比丘赞叹佛的功德而发心想要做佛，之后三大僧集结行六度十地具足才做佛。所以这个鸽子最后也是做佛度无量众生之后而入无余涅槃。舍利弗就向佛忏悔他对一鸟都还不能够知道他的本末，那其他的诸法甚深微妙无相更不是他所知的境界如果我知道佛的智慧像这样的话为佛智慧故宁可入阿鼻地狱受无量苦不以为难所以因为于诸法中不明了，所以请问佛般若应该怎么修怎么样以一切智慧门来治一切法。好，接着我们就进行谈波罗蜜谈就是布施好，这个经，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这个经文里面有几个重点，一个是不住法住，再来般若波罗蜜，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以无所舍法，无所舍法也是一个重点这个后面都会一一的来解释。具足谈波罗蜜，就是什么时候布施波罗蜜才能够具足满这个后面也会解释。施者受者及财物不可得故这是我们所谓的三轮体空不会执着我在布施不会分别这个魔甲对我好我多给他一些魔乙对我不好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不要给他有这种受者接受布施 这些分别财物也不会分贵贱三轮体空所以这个短短的经文也有非常重要的内涵在里面一个不住法住，一个是般若波罗蜜，一个是无所舍法，再来不施波罗蜜什么时候才能够具足满，再来施者受者财物为什么不可得好，论首先解释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法因为菩萨要以不住法来住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到底它是什么内涵般若波罗蜜我们看脚注七十八，导师的笔记很扼要的列举了几项一个是六解，底下列出六个解释，另外呢有两个评论其中一家的说法说什么是般若波罗蜜？是无漏慧根，无漏慧根就是般若波罗蜜。后面细部的我们等一下再谈。
在有的人认为哦有漏慧，哦比如说他在发心修行，那么一直到菩提树下，道树就是菩提树啊，到菩提树下之前他还没有断尽烦恼，就像说舍利弗布啦，或者是南方上座部，他们在菩萨在三大阿僧祇劫哦都在修波罗蜜嘛，但是他们那时候所修的波罗蜜事实上都还没有断尽烦恼，都还是有漏慧，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时候他们所修的波罗蜜呢还是有漏，因为还没有断尽烦恼。什么时候断尽？在菩提树下的时候才断尽。以有部来说，那是34心断结成道。好，第三，另外一家说法说，从初发心一直到菩提树下，中间所有的智慧，都是波罗蜜。好，第四说，有漏无漏慧，也是有漏也是无漏。为什么叫有漏？因为它还没有断尽烦恼。为什么叫无漏？因为它是观涅盘而行道，它是观涅盘，涅盘是无漏无为啊，他所行的呢是清净的道，所以名为无漏。好，另外一家说法是无漏无为，无漏就是清净法，无为是无为法，不可见。好，这个波尔波罗蜜，你说长成什么相貌让你可以看得见？也不是圆的，也不是方的，也不是扁的啊。不可见无对，它也不是说有什么障碍可以让你触对。第六，离世俱不可得相，这个后面详细会解说。两种评论，有人问说，那你说的波罗波罗蜜那么多种，到底哪一个比较正确？他说每一个都正确。另外一家说，最后离世俱不可得相，这是比较正确，这是最正确的。好，这是导师笔记的要义。那我们来看波罗波罗蜜是什么法。第一家的主张说无漏慧根，我们在五根里面有信尽念定慧，那个慧根无漏的慧根，那么认为就是波罗波罗蜜，一切智慧当中的第一慧，这名为波罗波罗蜜。无漏慧根是第一，所以无漏慧根名为波罗波罗蜜。好，接着有人问，那菩萨还没有断尽烦恼啊，那怎么能够行这无漏慧呢？好，以下分成两说，说他还没有断尽烦恼，还没有断烦恼，所以他行的无漏的般若呢，只能说是相似的无漏般若，相似就是只是有点像，但是还不是真实的无漏般若。菩萨虽然还没有断烦恼，那么他行这个相似无漏般若波罗蜜，所以假名说他是行无漏般若波罗蜜。譬如声闻人，他修四善根、暖顶忍是第一法，那么这些都还是有漏，不过呢他已经慢慢趋向这个圣法无漏法，所以他们四善根是先行相似的无漏法，之后就容易得到苦法智忍。苦法智忍是见到位的第一心，见到有十五心嘛，第一心呢是苦法智忍。那当我们证到苦法智忍的时候，那就是出入圣位，见到了第一心，他就证入圣果。那暖顶忍是第一法，这个都还是贤位，由贤呢转入圣。好，再来有人说菩萨有两种，一个呢是断结识而清净，一个呢还没断烦恼不清净。
如果是断烦恼精进的菩萨，就能够行无漏的般若波罗蜜。下面说，那如果说菩萨已经断烦恼清净的话，那他又何必再行般若波罗蜜呢？好，他就不用再他已经断尽烦恼了，已经清净了嘛，那还要再行般若波罗蜜做什么？好，论主回答说，虽然他断尽了，他断了烦恼，不过呢，在菩萨的修行他还没到达实地的阶位。这个后面会说到，烦恼什么时候断？到七地或者八地无生法忍的时候，算是断烦恼了。好，但是呢，七地以上，八九十，这个眼土熟生，也是菩萨要庄严佛净土啦，要度化众生，这些菩萨还没有完全去做到，所以断烦恼那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所以这里说，他虽然断了烦恼，不过呢实地未满，还没有庄严佛土，还没有教化众生，还没有眼睹熟生，所以他还是要继续来修般若波罗蜜。好，再来说断烦恼有两种，断结有两种，一个它是断三毒的心，就是断贪嗔痴，不会再执着人天中的五欲。第二个呢，是虽然不执着人天中的五欲，但是对菩萨功德果报的五欲还有办法完全舍离，也就是说他还会贪着这个菩萨功德果报或者说对这个法爱还没有办法完全去除。那么像这样子，菩萨或许有的他断三毒的烦恼了，可是呢对菩萨功德这个还有一点贪着嘛所以还要再继续修般若波罗蜜，让它能够彻底干净所以除了三毒的这个结要断对于菩萨功德这个虽然是这个法是不错啦但是这些贪着功德无欲的结这些也要舍离。好，下面提到就是说即使阿罗汉即使阿罗汉他们断一般人天的五欲但是有一些比较殊胜的呢，他还没有办法完全就是随心所欲就能够断除干净的比如说这里举的两位阿罗汉，一个是天眼第一的阿那律阿尼鲁多长老阿那律在临终坐禅的时候，有敬爱天女以净妙身来测试阿那律结果阿那律一看，这个阿尼他有天眼，本来阿罗汉对这些五欲他也不执着，不过由于这些天女他是比较敬妙，那他没有办法观不净。结果他说那你们就变化做青色的来让他观看看，就他想要把这个天女观不净呢，竟然不能够随心所欲那观不起来。他就告诉这些天女说，那你们的变化成黄赤白一样，不管哪一种颜色呢，阿那律都没办法把他们观不净，那没有办法啦，所以眼睛就闭起来就不看了啦说你们去吧这个时候天女就寂灭不现。那这个在毗婆沙论我脚注八十一这边也描述的非常详细大家可以参照因为南传政治部也有大致说天的福报像他们这天女这样的庄严连天眼第一的阿那律尊者他也不能够观他不净，那么何况
菩萨无量功德果报的五蕴呢？嗯，好，那另外再举的这个头陀第一，头陀修苦行啊，哦，修苦行人他平常不会去喜好这种种五欲乐嘛，对不对？他是长老的大家舍啊，结果他听到紧那罗王啊弹的这个琴声，竟然情不自禁啊，就在大众中里面起来跳舞了啊。那这时候诸天啊，就有菩萨哈，天机菩萨就请问长老大家舍说：“哎，长老哈，其年就是说你年纪这么大啦，哈。”这个奇数，就是岁数这么大哦，这德行这么高的长老啊，而且你是修十二头陀苦行第一的，那为什么今天，竟然在大众中，哦，这坐立不安呐，啊，还起来跳舞？嗯，有关这个详细的内容哈，请看《大树紧那罗王首问经》啊，角注82，这边有。大正卷17这边后面还会提到，大家是尊者就说，如果是三界的五欲啊，那他是，对我不会有什么扰动啊。不过呢，由于这是紧那罗王他们这些大菩萨神通果报功德力啊，就让我不能够自安啊。譬如须弥山。哦，如果说一般的风啊，四边的风吹起，啊，动都不能动。可是呢，当大劫将要近的时候，啊，比然风起，比然风，也都称为水比然风，就是劫初或劫末非常迅速猛烈的大风啊，如吹烂草，连那个须弥山也不保。所以。知二种劫中一种未断，二种劫我们前面有说到是三毒这样的烦恼，另外呢就是菩萨功德的五欲。那么这些阿罗汉他们对于三毒的烦恼他已经断了，不过对于菩萨功德的这个劫还没有断，菩萨也是一样，所以还要再继续修般若波罗蜜。好，那所以第一家说无漏慧根啊，那第二家是讲有漏慧。如阿毗蓝中作如是说，有人讲般若波罗蜜是有漏慧啊，比如菩萨到菩提树下啊才断尽烦恼。那么之前啊做道场，在菩提树下之前，包括这个善大阿僧祇劫修福慧等等这些呢，他们虽然有大智慧，有无量功德，可是烦恼还没有断尽。所以善大阿僧祇劫修福慧，他们修般若，但是这个般若呢，因为还没有断尽烦恼，所以称为有漏的智慧。所以他们阿毗昙认为这般若波罗蜜呢是有漏的智慧。好，再有人言，从初发意，比如说初发心想要求得佛道，一直到菩提树下，这中间所有的智慧，所以这中间所有智慧，有的是比较浅的，有的就比较深的，那这所有的智慧呢，通通名为般若波罗蜜。那么到成佛的时候，般若波罗蜜呢，就转个名字，叫做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智，或者一切种智，好，再有人说，菩萨有漏无漏的智慧，总名为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菩萨观涅槃行佛道，涅槃或佛道这都是清净的啦，所以呢，从他所行是清净来说。那菩萨的智慧应该是无漏的，不过呢，因为他还没有断尽烦恼，事情还没成办，还没完成，所以应该名为有漏。好，第五说，
菩萨波罗波蜜无漏无为啊。如果以苦集灭道来讲，苦集灭道，我们姑且以苦集灭道来说哈，苦跟集，这是有漏还无漏？这是有漏的啊。那灭跟道，这是清净的嘛，对不对？它是无漏啊。但是如果从有为无为来讲，苦集跟道。八正道这个还是行法，这个都是有为啊，灭地那才是无为啊。那波罗波罗蜜呢，它是无漏，那也是无为，它不是说有什么相貌可以看得见啊，它也不是可以触摸得到。好，最后一说，有人言这个波罗波罗蜜不可得相啊，离世俱绝百非，你不能说它说有，也不能说它绝对的无，不能说它是常，也不能说无常，或者有实在的空，或者实在的什么东西。这个波尔波罗蜜呢，并不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所设，它不是有为，不是无为，不是法，不是非法，无取无舍，不生不灭，出有无是句啊，它超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四句啊，它是离执啊，离开所有的执着，离开所有的执，都无所着。譬如火焰啊，譬如像火焰呢，你不管碰触哪一边呢，都会烧手。波尔波蜜也是一样啊，你一执着，那就产生邪见了。它就会被邪见火所烧。好，那有人问，那这上面的六个解说哪一个是真实呢？有两个评论，一个有人说每个都有道理，都是真实，如经典提到有五百比丘每一位都说二边跟中道，佛说每个都有道理极有道理。那另外呢，就说最后一个解说才是最正确的啊。所以者何？不可破，不可坏故。我觉得般若波罗蜜，它是真实，不可破，不可坏，不能够执着任何一个法啊。即使说像毫毛许啊，有那也不对，都有过失可破。若你说它是断灭无，那也不对。所以般若当中有无非有非无连言说也没有所以般若呢，像这样的极灭无量无细论法没有任何的细论执着，所以不可破不可坏，这个才名为真实般若波罗蜜，最胜无过者。如转轮圣王他降伏种种的敌人，可是他也不会骄慢不会高慢，般若波罗蜜也是一样，他能够破一切语言的戏论不被其他所破从这个以后，在每一品每一品后面般若经的每一品每一品都还会说般若波罗蜜，都是实相这是实相般若。好，我们休息一下。